整个可以做一个节目是爬往山上爬。哎、欸，那是我写的企划案哟。啊，新梅姐的节目就是往海里游。那我写企划案。钓鱼熊厉害啊！钓鱼，我们写企划。人家台湾钓鱼探险队。对。台湾钓鱼探险队。那要等。啊。啊。你的歌名越长越红。然后他不敢做，为什么？睡着，好像被子困，血糖低了。啊，血糖好低。血糖太低。要拍？要啊！我要记录老师血糖高低的过程。健康监测。人老就这样，看不起我，一直在讲2006年。头发茂盛啊，对，2006年的喜欢那个皮包叶队老师，领班，哦，几年前啊，像2022，2006年一直到2009年啊，三年啊，就现在2022，那几年前的事情啊，归你啊，啊，十几年了，十几年，哦，我不要，没关系，保重。后面去掉，今年而已。Take it very good care of yourself。青春环节我。哦，那时候啊，青春是一去都不会回来。2006年，我们只能把握。我的刘海真的搞掉了。那你有唱过一次？我会在夜播。实在是太喜欢那首歌了。你有在节目里面？对啊。啊。首歌的那首。国际文成日。国际文成日。棒，其实大家都已经，虽然已经，从中我已经华苍苍而视茫茫而齿牙动了，那么多年，唯一大家那个台中港路也改名台湾大道，唯一不变的是大家对我的记忆。对，真的。哎，好开心啊！已经20年的歌，大家都还记得。辛苦啦！原来来议会议很难困难的，没啦。台湾多亏天，我讲的背拜拢讲唔对，所以爱食食来，大家嘛爱食食个安全哦。说对耶！啊，谢。玉俊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我好紧张哦。奖金1000万，跟身高190，那奖金1000万，因为可以照顾爸爸妈妈。哇，所以你可以舍弃你的身高？对，反正我现在也没身高啊，再高也不过就这样。再高都没有海哥高。对，海哥现在就是带小孩上节目的感觉。我也要我给爸爸。不要再把我一直那个往爸爸那里走了，他是凯哥，其实我是弟弟而已。凯哥年纪比较小，对，其实我是弟弟而已。他是不能讲，别再过 A B B， 没错，别再过，可以啦，加油！这对新主持很有看头，要继续那个每天记得收看哈，黄金八点档，魅力。无法打。豆豆修，豆修，我等你。好，好，好，等我等，我等整理你哦。啊，你得继续修，你得修理下啊，我得转。你豆豆修不要紧。哦，这个要做啥呢？我得修改恁里头啦。我得不爱。我习惯得个啥？哎呀，掉了，又捡起来。啊，又掉了。啊，金钉了。我又掉了，我先捡起来。那我等你好了。我要花很多时间。又掉了。捡起来。又掉了，再捡。再捡，收工了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